中共政治人体实验现场实验报告第十九。在中国这块土地上，一个新的国家就要诞生了，谁也别挡道，挡道者死。天道自然，天道无情。人类的历史浩浩汤汤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一个新的国家就要产生，凡是违逆天意者死，凡是挡道者死。该下地狱的就下地狱，该获新生的获新生，该获重生的获重生，该获自由和幸福的该获财富的该有，自己应该有，各得其所。江泽民不说那首诗吗？千古英雄，平沧羽，江山点锁，其实就是各得其所。他最后说：“卢沟晓月天飞鹤，神州月，是吧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乱七八糟。”没什么月，你跑哪儿去啊？不还在地上吗？瞎蹦跶什么？一个新的国家就要诞生了。人类历史浩浩汤汤，顺治者昌，逆治者亡，挡道者死，各得其所，对吧？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，道不同者不相为谋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共产党，别再揪着我脖管子不放，好吗？咱们各走各的路。我对你共产党的态度始终是：不曾相见，无需再见；无需相见，也无需再见。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放过自己，就是放过别人。放过别人就是放过自己，永远不要想念。就像我和毛泽东的关系一样，他躺在那儿，挺那儿了，过不来了，好吧，一直挺到今天。共产党把钱还给我，公布我财产，咱们之间不要搞。这流氓一耍十年，那毁了我半生啊！我本来中国的历史不是这样，你真他妈自私和无耻！所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，我心里能有的也就是毛，其他谁？我将带着我的亲人，我的老。拿上我们应该得的钱，问心无愧，干干净净，出淤泥而不染的，濯清涟而不妖的，我将在大学，永远的离开这块土地。我们将加入加拿大，因为你们共产党是什么人性、什么人品，我一清二楚。好吧，我对你们就是这种态度。你们害了我祖孙三代，放人、还钱、处理罪犯，这块土地没有我任何留恋的地方。一张粗俗的脸，又一张粗俗的脸。粗俗那还算好的，那还算好的。粗俗有的时候是善良，好吧？停止你胡说八道，离我远点。你们知道下面将要发生什么？一个新的国家就要起。对，你清楚，我也清楚。鹿死谁手啊？16岁，在我脑后架一把枪。杀2万人，
报20年平安，16岁你就想干了，对一个纯真的少年。但我只能说一句话：轻轻地露出你的舌苔，操你妈！